放着车了。哎。你通过这个玻璃拍的老清楚了。不清楚，照三年。咱那个眼看得很清楚。对，咱眼看得很清楚，但是这个玻璃反光那个车况。那看了三年了，咱手机。把手机贴上，贴上过来。啊，好好好，很好。哦，这个白昼很漂亮啊！你看，天晚上拍的不行，完了这我都不知道是哪一个手机。他不发声音了。关关，他这一拍我就知道了。就堆个五厘米长，没事，你站着行，没事干。这孩子是抢吗？啊？我是抢。他那个爬，一旦爬一下就是个空，你信吗？嗯。好大的一个沙眼儿嘞！